不向強權屈服，堅持以理服人，以論擊石。喂，各位聽眾，你哋好啊！今日嘅日期咧就係12月30日。星期晚上11点都差不多31号噶啦，查实都已经，咁就祝敬大家新年快乐先啦。咁啊，2016年咧，咁啊死咗好多传奇人物，发生咗好多唔开心嘅事，卒之都要过去啦。2017会唔会更好？唔知道。总之，展望我哋就抱住呢一个乐观嘅心情啊，嚟去面对呢个将来。咁而事實上，有啲人講咧，2016年咧，即係而家咧叫做嗱，由年頭死咗咁多所謂顯赫一時嘅名人嘅演藝人啦，其實咧就等於咧有人講咧，其實由2015年尾講到2016年頭已經講一樣嘢嘅，好多事情咧其實係一個改朝換代嘅年份嚟嘅。原來係2016係一個係時候俾係時候交棒俾年青人啦。你可以咁講嘅，即係個時代真係轉啊。嗯。轉咗嚟，轉去俾第，轉咗俾特朗普啦。啲左膠而家冇曬定氣啦。跟住台灣又轉咗去綠啦。係啦。香港就689收到皮啦。啊哈！不過香港就冇乜特冇，其實冇乜大轉變喎，我覺得香港。係啊，跟住大陸都打貪打到亂曬龍啦。係咩？係啊。都一樣啦，你官場一度度都震噶，而家成個勢嚟噶，官場地震噶，度度都。O K 係。哇！原來喂，原來話時話，原來今日我哋係第80集嚟噶喎。哦，咁啱啊！啱啱就咁啱啦。咁啱嘅嚇。O K 喂，咁就聽聞就今個年即係2016年臨尾呢一年都冇乜香港冇乜事情發生啦，好似都託賴啦。托賴啦，不過係特首選舉係繼續喺度跑馬仔啦。不過今日咧紫荊雜誌啊，你知道邊份嘅紫荊雜誌啊 ？OK， 我梗係知紫荊雜誌啦，我老豆 fans 咧，期期都買嘅佢。我成日都話呢啲咁嘅嘢值得俾錢買嘅咩？今日啊，有一個訪問黃光亞。係。咁黃光亞咧就講咗做特首嘅四個條件。係。邊四個呢？有三個條件咧，身家清白，身家清白，屋企人嘅健康要好。咁啊，第一個條件咧就中，第一個條件就係咧，中央要信任。OK， 呢啲阿媽係女人嚟咧，愛國愛港，又係阿媽係女人啦。跟住咧，第三樣嗱，佢有四樣嘢嘅，愛國愛港，即係俾啲 specific 啲嘢好冇。仲有一樣喎，呢個 very important 喎。點樣咧？要港人要支持，同埋要反映港人嘅心聲。不過咁，我其實講真一句，其實諗翻轉頭咧，你話北京唔理個民望咧，又好似唔係。其實呢其實佢即係除咗董建華連任嗰鑊之後之外咧。其實北京其實好係其實好緊張嗰個特首嘅民望噶，其實包都。其實北京好緊張㗎。即係不過民望太低，其實佢係唔會俾佢做嘅喎。係啊，因為北京計好簡單啫嘛。佢其實大家有樣嘢，即係你要明白咧，北京個思維係點咧？其實咧，大家唔係好明，其實都仲係。我覺得而家好多，就算而家你好多香港人都唔係好明。嗱，你諗下佢坐鎮天庭 ，OK？看到個世界係喺看到世界咁 Q 嗰個地方個天庭裏邊，佢係對四埲牆嘅啫。OK， 嗯哼，佢其實要求嘢好簡單，係你香港搞 Q 電，佢理得你死嘅簡單嚟講。OK， 即係其實根本就唔得閒理咁多嘢。佢睬你三芒果，其實係而家你搞到成日俾人哋講，係有啲人成日上去又話香港好 Q 亂，乜搞亂龍嘅啫嘛。嗯，其實是這樣的。喂，老實說，你上班公司是經常跟我賺錢的，香港是賺錢，香港是金蛋來的，是有些生活色會生金蛋的雞是人都知道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喂，你是人都知道的時候，喂，那會生金蛋，今天繼續生金蛋，喂，那你經常告訴我，很亂很亂很亂，咁我又唔做嘢唔得啊！但系如果你班揾老襯嘅，其實講來講去係咁嘅啫嘛。嗯。其實你繼續三更膽，根本係冇事發生嘅。嗯。
係有啲人係有啲人就唯恐天下不亂，下薄懵，咁先至令到，咁先令到咧下邊更亂，係咁納水，助上下其手嘅啫。其實喺阿爺真正阿爺角度嚟講，香港基本上係嘅，基本上即係咧。簡單啲嚟講，你冇你搞唔出大事嘅話咧，即係你唔搞到佢個腿到佢度當攤嘢，佢唔會理你。有啲人搞錯咗嘅，其實係係啊，佢理你鬼反啊，衰啲講句，嗯嗯，係啊，所以其實佢哋好睇重民望，因為佢最驚就係咧，因為你個民望低嘅特首咧，個社會亂啊嘛。嗯嗯嗯，其實個社會亂啊嘛，同埋之後係驚你夾埋啲人揾老襯啊嘛。真正阿爺嘅角度嚟講，係而家呢個阿爺醒好多噶啦。OK， 唔係嗰啲盲，以前就係佢直情要殺手唔理添。咁但係嗰時2003年七一之後，佢哋覺得要理，越理就越大鑊。而家呢個阿爺呢個核心咧，佢就唔 Q， 佢咧就知道啦，就知道你班友揾老襯嘅。嗯哼。係啦，所以而家佢嘅做法又唔同，所以咧依幾日咧喺啊依幾日咧，其實咧喺港澳系統裏邊咧，有好多佢嘅人物攝入去。OK， 係啊，你諗下港澳辦副主任啊周波已經唔見人啦，我退休啦當然啦。嗯嗯，佢攝咗兩隻佢自己啲企入去。係。跟住然之後咧，今日中聯辦啊又攝咗自己嘅企入去啦，做副主任啊。嗯。係啦。咁即係大家明啦，有啲人甚至話佢哋而家送節啦，佢做完港澳辦副主任之後咧，有啲人話佢直升機降直接想做港澳辦主任啊，用外交都係用翻外交系統去控制到嘅人去做啊。嗯哼，係啊，所以咧，而家港澳事務基本上而家好明顯咧，睇到咧習近平係自己打翻嚟搞啊。嗯。甚至話下一屆如果十九大嘅做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嗰個，一定係佢嘅人馬添啊！我幾相信。嗯哼，係啊，所以我唔知話好事定壞事嘅。君臨天下嗰度上係好事嚟嘅。咁君臨天下嗰度喎，咁會唔會收？咁會唔會修改憲法行俄羅斯模式咧？係啊，佢真係行俄羅斯模式㗎，係啊。喂，呢段時間係咁多。环球思维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